第一个节目呢是学哑语，由孔云龙、史爱东带给您。哦，感谢感谢。好啊，今天钢丝节，哎，台下的观众朋友，嗯，可能对我不大熟悉，那对谁熟悉？人家有熟悉你的啊，极少数的。嗨，您别这么说，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啊，还是喜欢您。嗨，有认识我的，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有知道他的外号的啊，我外号叫什么？史香香。哪有这名字呀？您那姓史吗？你别随着他们叫啊，史老师，您别客气。今天来的观众朋友啊，有一大批的啊，嗯，都非常喜欢他哦。不论观众朋友喜欢他啊，我也一样，是吗？我也非常的爱您哦啊，史老师人特别好，那应该的，老实厚道。对，在我们整个德云社的后台，嗯，史老师呢人性啊啊。我，哎，啊，夸着夸着怎么脆上了？不是，这个有一小飞虫没看着，没看着。哪儿那么巧啊？夸您人性好，这不假。你像经常生活当中帮助我，嗯，业务方面啊，人阅历比我深，嗯嗯，我得向人家学习。嗨，互相学习。生活当中也是啊，百般的照顾我。那应该的，毕竟我现在还年轻。嗯。看起来您今年是73吧？嗯，哪好俩坎儿，我净在坎儿上了啊！最起码来说，我比您年轻 啊，这话倒对。石老师啊，比我们先生岁数还大，40多了，是是，46，可不是。我跟您比，嗯，算不算年轻？算年轻，确实，我这像我们这90后啊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几零后的？90后嘛，你1890后的，你照照镜子，你比你爹长得还老，我跟你说，还90后的，这个嘴呀、啊、太损。什么太损？您怎么说话？80后，80后这差不多，80你都长得有点跃进，我告诉你，真是80后啊，真是80，哎，89年的嘛，哎、还往90凑呢，您看见没有？是80后，嗯，反正懂得少。哦，然后生活当中呢，嗯，也是没心没肺的这么一个人。哦，大大咧咧。哦，你看我生活当中干什么就是丢三落四。哦，人家就不一样。我怎么样呢？岁数大一点，人活得很细致。那应该这样。内心很细腻。对，走路就能够体现出来。怎么瞧出来的？你看我们俩人出去啊，我走路就好高扬脸儿、嗯，抬着头。不管不顾啊，不看下边就这么走，不管那、哦、那个去呢，就这么走、啊。嗯，人家不一样。我怎么样呢？低着头。我低着头。嗯，低着头走路。怎么走？不是我这学么什么呢？我说，不是啊，怕有个砖头瓦块的磕着碰着不好。哦，怕绊着。当然了，嗯，能捡点东西为最好。我还是为了捡东西。家里有一个祖训嘛？怎么说？出门走路不捡东西就算丢。这谁家的祖训呢？今天就是啊，我们来到门口这哈，嗯，一块儿来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走到门口这哈，我正走着呢，啊，走着，走着走着，突然一下他就拦着我。哦，我怎么拦的？吓我一跳。是吗？等会儿。好家伙，这动作不小。好站。嗯。干小伙子说多少遍不长记性。啊！就你大咧咧的脾气，早晚你得吃亏。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小子，你这大咧咧的脾气，我告诉你，我嘴有那么碎吗？屎！啪！你得亏长的，我不踩上了。那有长的吗？啊？啊？你说新买的鞋吧唧踩一脚，多恶心呢！抹我嘴里头不恶心是吧？就您这个人的心特别的细腻，我太细了，我你细腻。石老师这个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就喜欢饮食。没，哎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怎、啊、么？这说的也太快了吧！刚说完这个，又喜欢吃。不是，刚才那个说完了圆满的句号啊，这又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啊！您这翻篇翻的也太快了，是不是喜欢饮食？没错，喜欢吃。
我不夸张的说，您说，就咱们北京四九城怎么样？石老师都吃遍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说，我拦您一句啊，您说吃全了，别说吃遍了。我忌讳这个遍字儿啊，说这么自然都感觉得出来呀、啊。他诚心的，您看见没有？啊，这内心的细腻、啊，什么细腻啊？整个北京四九城，嗯，石老师吃全遍了。吃全遍了，行吧啊，没有变，吃全了。一啊，吃全了。对，不光是咱们北京，还哪儿？外地也是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。我们经常去外地演出嘛。嗯，前些日子我们上外地来着。去哪儿了？新疆。哦，新疆演出。到那去之后，赞助商给我们预备酒席，嗯，好几桌，特别的丰盛。嚯！但是没有一样啊，是合他的胃口。我都不爱吃，因为他对这个饮食相当的挑剔。对，一看这没什么可吃的，嗯，就叫上我啊，小伙嗯，走，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去，上大街上尝一尝当地的特色，这好啊，走，带你出去，嗯，这个地儿咱熟啊，对，经常来，没错，带着我就出去了，嗯，我们俩人走在马路上啊，我正走着呢，嗯啊，正走着，走着走着，突然一下他就拦着我，哦，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。我又在地上发现什么了？这回不是地上，墙上的也不成啊！啊，墙上啊，墙上有一个灯红酒绿的大牌子，写着公厕是吗？我找着那司令部了。这是，你恶心不恶心？那你刚才这么比划的吗？啊、不是，灯红酒绿大牌写了一大溜呢。写的什么呀？新疆正宗北京烤鸭，都没听说过。人家是吃主啊，哇，一看这是当地的特色呀，这是当地的特色，到这儿必须得尝一尝哦。带着我就进去了哦，进去之后让老板认出他来了，哟，还看出我来了，老板还是您的粉丝，哇，看见您之后相当的高兴哦，看见您特别激动啊，怎么个激动？哟，石老师，打住啊，他要尝尝我是怎么着？不是尝尝啊。看见您高兴的，高兴也没这动作呀。跟我们请进去落座之后，嗯，老板把那菜谱拿过来，哦，那什么，嗯，石老师，你看看咱这，你把这手放下，你再这么比划，我点不出菜了。你看，拿过菜谱来，啊，打开第一页，嗯，上面就写着呢，写的什么呀？新疆正宗北京烤鸭，还特别推荐，来一份，哦，来一份，你们这个特色吗？对呀、啊。随便点了三个凉菜，嗯，两瓶啤酒，哦，也很简单，是一会儿功夫，凉菜啤酒都上来了，嚯，最后，嗯，鸭子上来了，哦，一个服务员，嗯，推着一个小车，哦，上你桌子这儿骗来，当场骗，让你看着骗，有身份，真讲究，哎，服务员推小车，啊，吱一刹闸，干嘛还得刹闸呀？就是你不得停住了吗？这饭馆盖坡上了是怎么着？不是盖坡上。啊、刹住车！哦，刹住车！过来大厨，嗯，你看这大厨就干净，怎么见得？穿那个白色的上衣，嗯，白围裙，嚯、哦，白套袖，嗯，戴一个高的白帽子，标准的大厨，手里拿一个片鸭子的小刀，嚯、哦，过来之后，嗯，一指那服务员，怎么样？滚一边去！您等会儿吧。这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叫滚一边去？可能现在碍事来着。那也不能那么说呀。大厨有身份。嚯、哦！过来之后拿小刀啊，刚要骗这鸭子，嗯，让石老师拦住了。哦，等会儿，我什么都这么拦，您看见没有？不是，你拦他有话要问他啊。我说什么呀？问你啊，会吗？不是我不会吗？我不伸这手指头说不出话来，是怎么着？习惯，习惯啊，这是习惯。哎，啊、不是指着鸭子问他会不会骗啊？他呢？石老师啊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嗯、啊，干十好几年了，能不会吗？我这话问的多余。哼，告诉你，嗯、啊，不要骗我们，知道吗？啊，怎么着？我们北京人。那怎么了？我们在北京经常吃新疆正宗北京烤鸭。呵，好家伙，不吃不吃，一个礼拜吃个四五回。哦，哼。我看正宗的北京烤鸭怎么样？得是108刀哦，片片带皮，片片带肉。没错，你吃过见过？嚯、哦！还告诉你什么呀？想当初我做过鸭子，
您等会儿，是吧？您等会儿啊！什么叫我做过鸭子啊？你忘了？我不记得。您给我提个醒。你做没做过烤鸭？烤鸭？您把烤字带出来。一样啊，我说不一样，一个餐饮业，一个娱乐业，这可不一样。你行啊你！我行什么？我行啊！烤鸭吃过见过的主儿，什么吃过见过？想当初啊，我做过这东西，知道吗？又改这东西了。嗯，您放心，石老师啊，骗出来绝对是108片，片片带皮，片片带肉。哦，您就放心吧。嗯，拿着小刀刚要骗，怎么样？等会儿。好，我又给拦住了。啊，不要着急啊，忙中出错。啊，干嘛？我先检查一下这个材料真不真。哦，拿手嗯一摸着鸭子屁股嗯，在那摸了有半个多钟头。我真有瘾。不对呀，大师傅。怎么呢？你这个材料不真呢。怎么不真呢？你这是北京烤鸭吗？那这是材料不对。北京那用的是甜鸭。对，北京甜鸭。嗯，你这是湖鸭。湖鸭？长沙的鸭子。哦，这鸭子应该烧着吃啊。这话太对了，因为你烤了。嗯，拿去换去。哦，材料不蒸可不吃啊。哟，是吗？嗯，石老师可能是后厨可能给滴灵错了，搞错了这事闹的。嗯，您放心，马上给您换去，马上就来，您稍等稍等。哦，推下去了。哦，一会儿的功夫又推上一个来。哦，哎，吱一声。哎，老有这沙闸。拿着小刀刚要骗啊，拦住了。等会儿，我就知道我有这动作，还没摸呢。对，我得摸摸鸭子屁股。那又摸了半个多钟头。嚯，不对呀，大师傅。嗯，材料不真呢。怎么又不真呢？这是南京的鸭子呀。南京鸭，板鸭呀。哦，做板鸭应该做板鸭，材料不真呢。嗯，拿去换去。哦，真对不起你啊，可能后厨又给定错了。嚯，关键是。后边鸭子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地方？您这是鸭子太多了，又退去了啊！一会儿功夫又推上一个来。哦，哎，推上来之后拿着小刀刚要骗啊！等会儿，好家伙，您太利索了，我说拦不住你了还啊！还没摸呢，对，又摸了半个多钟头。好，我一点都不饿，您看见没有？不对呀，倒太不像话了，这回又不对，材料不真呢。哦，怎么了？这是正宗北京烤鸭吗？这是漳州的鸭子。漳州鸭应该做茶鸭。漳茶鸭材料不真的，拿去换去。哦，说到这儿啊，大厨站这都愣了，都是吗？哪都听傻了都。哦，我的天啊，石老师啊，您太有能耐了。怎么呢？吃过见过的主，我会摸鸭子屁股就吃过见过了。一摸鸭子屁股就知道鸭子的祖籍是哪。嚯！我太佩服您了啊！我跟您说实话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也别给您换去了。嗯，打小我就是孤儿。哦，您摸摸我祖籍是哪儿？去！什么事儿？是鸭子我就摸是吗？原先我一直以为这个凤姐呀是北京人。嗯，后来石老师告诉我是重庆的。没这事儿。要这么说呀，啊，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他媳妇是河北人。这人你那么讨厌。没您那么说话的，什么意思？这我的意思是说，您对这个饮食方面有研究。这话倒不假，爱吃的这么一个人。那碍着凤姐什么事儿了？你看，偶尔也重口味一下。没这事儿。啊，但您这喜欢吃，对，对喜欢研究啊，每个人爱好不一样。您的爱好什么呢？我就不喜欢吃。您呢？我喜欢研究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生活，生活当中的事儿。嗯，相声吗？啊啊，素材题材都是来源于生活。没错，您研究出什么来了？生活当中啊，我好观察这个聋哑人。聋哑人干嘛？聋哑哑语啊。哦，比划手势说话。我认为非常有意思。哦，像咱们应该学一学。怎么呢？学一学这个哑语，长知识吗？哦，对不对？好奇研究。嘿，您说准了。怎么？我也非常的喜欢。
你也喜欢哑语？哎，尤其这个俩哑巴在这比划手势说话，我喜欢。哑语您懂吗？我当然懂了。别说夸口啊，不会夸口。你这样，您怎么着？当着现在观众朋友，我可以考考你。您随便考，因为我可是研究过啊。您有研究，我也有研究，专家呀。嚯，听看这个啊。您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谁都知道，好，挑大拇指，好。这简单啊，这个这好上加好啊。行啊你，这有什么呀？这个，这个，这 stop 打住。不对，这是顶好，顶好，好家伙，没看出来。看这个，您来，这个，啊，这我知道，嗯，凉皮小胡，老头，这个，嗯，满脸褶子，后边梳一嘴儿，老婆，你看，看看，哪有什么呀？这个啊，哦，一个房子。睡觉，这是家。看这个，您来。冰箱，不对。后窗户，不对。微波炉，不对。我猜不着了。告诉你啊，四四方方，这是一块豆腐。四四方方一块豆腐。对了，那您这什么意思？冻豆腐，冻豆腐。这是哑语吗？嘿啊，这是自创的哑语。您别来这自创的。看这个，您来。这我知道，太极拳。不对啊，仔细看。蛇拳。不对，那我真猜不着了。猜不着，告诉你，您这是浪漫。怎么是浪漫呢？波浪很慢。哎呀，太形象了。看这个啊，浪漫。不对，这是推浪漫，推浪漫。你真能琢磨，我跟你说，啊，你看，再给你考一个啊，一句的哑语，整句的，整句的，这就好说了。嗯嗯，看着啊，您来整句啊，啊，仔细，您看，嗯嗯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冻豆腐吃多了。俩鸡爪子在这儿对你比划。没看出来别瞎说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啊啊，一男一女啊订约会。说的什么呢？中山公园晚八点钟见面。没瞧出来。没看出来，我可以给你解释啊。您给说说。看着啊啊，中嗯山嚯公嗯园啊晚八点、嗯、见面。我敢说你跟哑巴比划这辈子中山公园你见不着他、嗯、这又是自创的哑语。你不管怎么说啊，您对这个哑语有点研究，基本绘画手势我全懂。那这样啊，咱们两人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表演一下，来一回哑巴打手势。好啊，这样吧啊，我来这个小哑巴，那我呢你来这个哑巴翻译，解释您要说的话。对了，好啊，咱们给观众朋友们表演。嗯，哑巴有三直。哪三直？眼直啊，心直，腿直，是这么三个特点。一拍脑门、啊、我就不言语了，进入人物了。您就是小哑巴了，不能说话了。明白了。现在咱们就给大家伙表演，说来就来。你打这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嗯嗯，看我这个三直啊，学的像不像？咱们瞧他的。来啊，哎，您这不是哑巴三直，这是您这是神经病，我跟您说啊，神经病、啊、三直嘛、哦、那太直了，您也那应该自然一点啊，放松一点。对呀、啊、再来再来。嗯，哑巴，哎哎，我说过来吧。嗯，您这哑巴怎么还带答应的呢？废物，大街上有叫哑巴的吗？十聋九哑，这听不到啊！您还听不见？你得跟我比划呀！您早说呀！这个人，这回明白了。嗯、俩哑巴，俩哑巴，那怎么好？我不说话，你也不说话呀？
那我呢？我是哑巴，你是哑巴翻译，你得把我的这意思给大家伙翻译出来呀。我得解释您说的话。这个你愁死我了，这回明白了。再来啊！这回明白了。来来来，真费劲。街坊小哑巴，哎呀，想想还认识我吗？好好想想。哎我这这想起我了。好家伙，添毛病是吧？啊啊啊啊！不对，我和你啊啊！他说我们俩发小，一块堆长起来的。啊对对对，啊这是我，这是你啊啊啊啊啊！哑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，我们俩自打分开了不见面五六年了。哑巴记错了，九年了，九年，哎，九年，九年了，对，哎，你这九年进步不小啊，好家伙的，哎，对对对，九年了，好家伙，要没等你能吓死我，我告诉你。我小的时候，哑巴说我小的时候胖，对对，啊，我小的时候，就这胳膊，嚯，跟房梁似的，嗯嗯，我小的时候，就这腿，嚯，跟柱子似的，嗯，我小的时候，就这腰，嚯，跟钢似的，啊，我小的时候。那脑袋，好家伙！您别比划了，跟蒜似的。啊，这么大身子，这么点脑袋好干吗？你大着点啊！还小，还得大，还得大，还得你烫着了是怎么着？还得大，啊的，好气球，别拍呀！就这么大脑袋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么大脑子，哎，对对，小时候胖嘛，我小的时候脖子，哎，好家伙的，跟馅儿似的，是吗？别耍了，这么大脑子，这么细脖子，耍流行呢？啊，晕不晕呢？这也细，这么憨的脖子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我小的时候胖，对对对胖，啊啊啊。哑巴问我现在怎么瘦了，我说相声唱快板东跑西颠的，累瘦的。哎对，在这说相声，哎，从这儿出来他全知道，大家学学。哎对，这都懂。行，你是热茄子烫着了，这是。好家伙的，别学这个了啊！哎，对，说相声明白就得了。哎，东跑，对对对对，西颠，这你别学了。好家伙的，你僵尸是怎么着？我说，啊，东跑先明白着。哎，累瘦的，对对对对，啊。哎，啊，怎么着？啊，啊，我们家。啊，谁呀？啊，我们呢？留两撇胡子，揉一对铁球，还少鸟，这我爸爸。哎，别答应！好家伙，这俩哑巴我可受不了，我告诉你。好，这别答应，这说。啊，这我爸。哎，别答应了，我也是嘴欠。没了。不是。那是你爷爷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死了。死了。死了。跟他说没用，我得跟他比划。我爸。死了。烧了。啊。啊对。
哎，对，我爸爸又死一回，烧了啊！哎呀，他不信啊！啊啊啊！要不说我们俩小的时候，我爸爸身体挺好的，谁也没想到，暴病，脑溢血，死了，啪，枪崩的，啊，脑溢血，啪，好，这边有一枪。你爸爸才枪崩的呢，脑溢血，乱枪打死的，得病了，脑袋，不，哎，哎对脑子，哎对，哎又一回，对死了。哑巴一听这个心里难过了，哑巴小的时候跟我爸爸关系好着呢。死你哭儿啊，别哭了，哎，哑巴真金劝，你看见没有，别哭了啊， 你别安慰我了，早过去了这事儿啊。你又琢磨什么呢啊？是谁啊？是好像你蹦字儿呢是吧？我们家啊，满脸褶子，梳一嘴儿，杵一拐棍儿，这是我妈。我要不拦着就好了，全崩死了，今晚慢拦还拦完了，这活着呢，啊，不是，活着呢，啊，刚才还答应了呢，啊，这什么有他们呀，什么还答应呢，别瞎说，这是活着呢，我这别蹦字儿了啊，哎，想好了啊，哑巴不了解情况啊，你想我那几个妈呢是吗？那谁？哪谁呀？那谁在那边呢？开始蹦字儿了啊，这是我啊，跟我一边大啊，比我小的，大到底大小啊？啊啊！不对不对，这是我啊，是是，比我大点，谁呀？啊，军人啊。哑巴当会计合适啊？累听，哎，没让他停就停了。这我哥哥，你出去溜达溜达，逮谁崩谁呀？啊，又跑那儿烧去了。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。跟你聊会儿天，我们家破人亡了是吧？啊，我哥哥活着呢，他到现在还是军人呢。啊，你想好了再说。我们家没几口人让你崩，我告诉你。哪谁呀？啊？啊不不不啊不对，这是我，啊，跟我平辈儿，啊，比我小，谁呀？烫头大波浪，啊不对，高跟鞋，站着别行，这我妹妹，啪，好家伙，活着呢，活着呢，啊不对，可不是嘛，活着呢，哎。什么叫爷爷？啊，我这个啊，我啊，我妹妹啊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按说这数字你能说出来呀？按说数字你成啊？哑巴说，我妹妹今年22了。嘿，你记错了，我妹妹今年23了。啊，23。哎，人家说出来了吧？对，23了。哎，23了。啊啊！怎么着？你？啊我有啊我有！你26了？谁问你了？啊你切！啊怎么着？啊怎么着？啊我们家啊我妹妹啊，你说把我妹妹从我们家轰出去，那哪成啊？那我亲妹妹！这是什么？我妹妹啊，这什么？你看，我爱你呢，我
行啊，哑巴你，放屁打点蛮有节奏啊。啊，你说我妹妹结婚，你给抬轿子？不是这意思。什么呀？啊。你说带我妹妹参加婚礼去？不是，别着急，慢慢说，什么意思？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怎么意思？啊，这谁？这是我妹妹。啊啊啊，这个呢？这是你。啊，怎么意思？啊啊啊啊啊！回来！这哑巴可越学越坏了啊！我把我妹妹拿出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，什么意思？结婚了吗？啊！我妹妹要嫁，得嫁一会说话的。我会说话。你拉倒吧你！